的这个 IT 天使，它其实是一个公益活动。那主要我们是想要鼓励在学的大专生能够借这样的机会，那然后到一些公益团体啊，然后到比如说育幼院啊，比如说国内国外啊，到一些比较到一些推广我们的这个绘本故事，然后去帮助一些这些让一些弱势的小朋友也能够听到这样故事的机会。那很荣幸今天有这么多组的同学，他们获选，经过了初赛跟复赛，那终于能够这样子，我们参加这样的颁奖的盛会，非常谢谢大家。啊，教他怎么去钓鱼哈，给他几条鱼啊，就很快就用完了。他资源源源不断的啊，那才是让一个小孩子知道怎么跟机器的生存哈。所以我们给他希望的话哈，给他物质上面的支柱要好很多，这种无形的安慰哈，我记得很多研究的里面说过哈，一个人之所以成功哈，你回头去看，一定在他人生当中哈某一个阶段，不管是他父母也好，他老师也好，或是他碰到人也好，他一定碰到美好的事物才支持他一直往下去。所以我们种下一个美好的事物在他心中的话，我相信这些小朋友，这些都是很支持。一个爱心绘本说故事的活动，是全国哈各个的这个团体啊哈，那么他们这些的大学生哈，他们有到慈善，到幼儿，到小儿或是生病病童，或者是弱势的团体啊，借着说故事来激励人心。那今天有这个获选获奖的有五个单位，而且同时也要招募那个国际的志工哈。那么这都是教育部的补助啊，那可以到很多地方东南亚的国家哈，去宣扬我们台湾的这个爱心温暖，这是非常的有意义。那么也恭喜今天得奖的这些同学们跟老师们哈，这个是非常的感动，因为爱心啊确实是被激发出来了，被激励出来了。那今天的团长哈也是经过很多的患难苦难，能够半工半读啊，不简单，他拿两个硕士一个博士来主办这一次哈，我非常的感动哈。那也希望明年呢哈是会针对这个老人家哈，对于日照，刚好我们国家正在做那个长照的2.0哈，那也希望能够是那多唤起更多的人对老人家的爱心关心，好，谢谢。